ship on going. And going.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好久不见的玉女歌手巩俐芳小姐，丽芳，恭喜你要复出了。是啊，谢谢刘大哥。杜风雨，我好怀念我们一家人简单开心的日子。 Bye.
会回来。妈妈去哪里了？我真的好想妈妈。喂，杜先生，我是何老师。我听说了，美心这次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你别慌，赶快带来给我看。我们请示慈姑观音，求求看有没有解。不要担心，照我说的做。上一次治好了，这一次一定也可以。受恶煞侵扰，魂不附体，恭请慈姑观音大师治煞收魂。杜先生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？有看到烛火吗？那是美心的元神。烛火怎么样？火在闪烁，代表他现在魂不附体。还有看到什么？有看到眉心吗？那你要找，看有没有你女儿的痕迹，看有没有可以通行的地方。慈姑观音会引你门路。有光就跟着光走，有看到什么就讲出来，看看有没有美心留下的东西。你看到什么？纸船，船是不是飘在水上？水是慈姑观音在引路，跟着我念，水能通灵。
传为摆渡，恭请慈姑观音引路。现在呢，放水灯的河流有没有可以通行的地方？河上有沙洲，沙洲是慈姑观音的化身，她要当你的路，你走过去。看到特别的地方，我看到一座桥，那很接近冥府了。我的脚步继续跟着光，不要管桥下的人，他们在受自己的业火。观音，度世灵显四方。杜先生，这是地狱惩罚罪人的地方，这边和你没有关系，不要碰任何东西，赶快走过去。别担心，你女儿不在这里。他们生前都是罪人，不用同情，你只要看好自己的脚步。不要停下来，继续走。本命树，想见到慈姑观音，要先内观自己，你要走进自己的心。这边看到的就是你的内心，你要找到往上走的路，这条路会带你走到内心深处。那边有你的元成功，你的元神就在里面。等一下，你要用元神去感应慈姑观音。
看到门了吗？进了门之后就要靠你自己，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理他，有什么事情就念慈姑观音的心咒。哎，哎，杜风雨，看这里，是我啊。几年不见都不记得我了吗？你还记得那朵花吗？我种的那朵。那女孩好喜欢那朵花，天天盯着它看。每次掉了一片花瓣，他就拔自己的指甲去重新完美它。花黄了，枯了，他就拿自己的血来浇，终于让小花开花结果。他就是那么宝贝她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小花终究是小花，结了果以后她承受不了重量，终于还是被压死。很遗憾吧，但我们都是作者，不是吗？现在还有机会救他，去吧，就在前面，去挽回你的希望。驱除了那些魔障，现在慈姑观音亲自显身，美心的魂就在这里，你要诚心对慈姑观音发愿，来帮助你的女儿。
阔叶所困，哑然失声。此赴杜风雨发愿，愿献我口舌，欢爱女天来歌声。接下来是最后的祈愿，从哪里开始的，就回到那里作结。算是完成了，最后诚心的叩拜慈姑观音，只要慈姑观音感应到了，一切就会圆满。